重修群玉阁，这可是个大工程。群玉阁果然还是要飞在天上啊。第一次登上群玉阁的时候，我站在高台边缘，从空中遥望着离月港。不过这次重修群玉阁却不只是为了我自己，我希望无论何时群玉阁都能一直浮在离月港上空，见证人间的繁荣安宁。我的真心应该是让时间变慢一些，能像这样停下来看看烟花，看看离月港，实在是令人幸福。可以再砸一个群玉阁。